大家好，我是小强，今天我们来试一下第四个结局，怕难结局。我去问问派奈能不能帮我。你拿定主意了？这一步一走，可就甭想回头了。我会和派奈合作。我有种感觉，最后你是一定会后悔的。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程了。如果失败，也希望是由自己去见证。咱们神域里再见。Johnny，好吧，就剩我了。哎，白嫩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是，但我需要你帮我，你不还欠我个人情吗？什么火烧屁股的事儿，明早不能说吗？我要想办法进荒坂塔去，现在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认真的，教你那件事，我要是再不做什么，我就完了，挂了。慢点说。第一，为什么要去荒坂塔？为了那里的科技。大厦底下有他们藏匿的一个连接点，可以通到，通到灵魂监狱。灵魂监狱？我就知道电话里说不明白。神鱼，这是监狱的名字。只有到那里，将你和我才能永久结绑。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再来一遍。你大半夜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帮你闯进荒坂塔，否则你就得死。差不多就是这意思，对。OK。啊 ，OK。你人在哪？老吴的诊所。那个一体医生。好，我知道在哪。你等会儿再死，行不行？行，那我试试。好，你哪儿都别去，我马上来接你。前往米斯蒂的通灵屋。我这里。小巷。是你吗，丽？还是？对，是我。你要怎么做？等我的车手来。那进来吧，我们一起等。目前为止，所有结局的话都有人死。希望这个结局判男不要死。反正也是等着，要不要我给你算算？好啊，来吧。有人认为不确定性是魔鬼，应该通过占卜加以驱除。还有人说改变才是魔鬼本身，但这也不完全对。我们每分每秒都在变化，在成为新的人。改变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知道会变成谁。清楚自己走的哪条路才最重要。这个牌阵是我专门替你和 Johnny 想的，你的未来就是他的未来，反之亦然。OK， 准备好了。我们从你开始 ，V。愚者。还挺意外的。让我们来看看里头具体的含义。愚者代表一段旅程的开始，预示新事物的来临。是内心的孩童对世界充满好奇，既天真又鲁莽，很像我第一次见到的 V。 魔术师，一个极富天赋与魅力的人，一个领袖，听着像是 Johnny。
这张牌在逆位，意味着某种成瘾倾向，精神不太稳定。OK， 这就是Johnny，就属他最能搞事了。最后几张牌是关于你的未来，恋人。终于来了张不让我冒冷汗的牌。平衡、友谊、爱情，但也可能意味着未来有艰难的抉择。这不就是事实吗？好了，那只要你呢？是月亮。听起来还行啊，是吧？我不知道 V， 月亮牌代表的是神秘。我觉得他是来找你的。对，看车就知道是他。我去，能看见你真是太好了。天哪，你怎么这样了？比你看见的还早。那就赶紧吧，别浪费时间，前面的路可不好走。走吧，大家都在营地等你呢。V， 你自己当心。好点没有？还可以吧。那就太好了，真把我们吓得够呛。你晕过去了，晃都晃不醒。这么看来，你的病情的确是越来越重了。海南说让我好好看着你。他去哪儿了？跟索吵着呢。你的来意他们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他们正在商量办法。来吧，我带你去找海南和索。对了 ，V， 我怎么听着马上要打大仗了？恐怕我别无选择了，你去。不仅你，我们也别无选择了。我可不想。整个部族都知道我们明天出发。那他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？看看周围，经历过战争的老兵，两只手就数得过来。剩下的人只抢过破烂运输车和捡垃圾，所以不需要让他们知道太多，知道是帮你就行了。不要插手了，行吗？就这一次。这么做是把家族亲手送入坟墓。操！难道我不知道吗？你还想跟我过不去吗？难道这就能改变现实了吗 ？V， 你可来了。V， 身体怎么样了？就是缺觉而已。我听着你们好像已经有计划了。还有些细节没确定，但人物、地点和方式已经确定了。你可以过来看看。我们想了好几种策略，但想进入荒坂塔，目前看就只有一种方法：挖一条隧道。所以你想挖条地道进荒坂塔？听着是不靠谱，但如果不试试，那才叫真不靠谱。你知道，夜市公司要在这里造一条新的磁悬浮轨道，肯定会有军用科技的人把守，但我们能搞定的。一旦我们进入隧道，离荒坂塔的基建层就只剩半英里不到了。他们用的是夜市公司的 Cirque， 挖通这个距离估计只需要几分钟。还可以吧？你觉得呢？等进去之后，我们随机应变，守卫、安保设备，如何最快进入神鱼？见招拆招，希望这次好运吧。V， 你觉得如何？理论上可行。要是没有其他办法，那咱们就着手准备吧。眼下还需要大量信息，这样才能知道这计划是否可行。用不着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计划。不完美又怎么样呢？不去了吗？让他等等啊。Panem 说的对，即使有风险我们也要承担，毕竟我们欠你的。我和兄弟姐妹们聊聊，派无人机去侦查一下。那我去 Match 那边看看有什么办法摆平军用科技，一会儿过来找我。现在先让 Soul 照看照看你，不过千万别背着我做决定。你这边还需要什么吗？我需要高质量的网络，有个人可以帮我们进入神域。你说的这个人是谁？ Alt， 他是个人工智能，他现在在黑墙另一边。是不是身体没好说胡话？一个 AI 为什么会帮我们进入神域？因为我会求他帮我，
很客气。我操逼！好吧，反正已经踩在泥坑里了，再踩深一点也无所谓。去找大高的，他会帮你搞定装备，而且从不废话。谢了，索。谢我的话，还是留到活着出来再说吧。那个美国早就不在了，被遗忘了。要是想讲那会的事情，干脆可以加上一个很。听说我们要打一场小型战争是吗？更像是自杀任务。先干活，有话再说。你们几个上眼，这不是？理论上是他，我们加了个补燃器，上面还安了个夺冠 RPG， 还减掉了大概60%的总重量，是不是美爆了？你负责开车，海南负责机枪位。补燃是吗？标准燃油的还是军用的？标准的可推不动这胖丫头，那就是军用的了。可是这么多东西，你是怎么装进车里去的？小意思，这都是我跟蝎子打仗那会儿玩剩下的。等明天咱们放他出去撒撒野就知道了。不然是吗？标，那就是。小意思，这等明天咱们放他出。明天可就是大日子了，咱们先开出去转一圈怎么样？我想先感受一下贴地的状态。没问题，不过等太阳下山吧，还有几个小地方要再检查检查。这话说的也太轻了。我说你少嘟囔几句能死啊？我们会按时准备好的。它的最大火力能有多大？70毫米速射多筒火箭发射器，加上内置交互系统，可以和你的个人连接同步。这都是从哪儿淘回来的？泰迪从垃圾场翻出来的。发射器都是好的，问题是没弹药，还好大科他给咱们弄了点来。别问，问就是捡的。哎，大狗子，咱可好久没见了，你想做点什么？我去网上走个长线，信号要强。OK， 进来吧。你就一点也不好奇吗？你不问我，我也不问你，这样的关系才能长久。老弟，都准备好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装满了冰的浴缸，习惯了都。Carol， 你来帮Dakota的吗？多明显啊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开始吗？我也说不好这一趟要多久，但无论发生什么，记住别慌，可以吗？哪怕你一副要死的样子。好了，该下去吧。别走偏了，老弟。我去找奥特了。你好，奥特。你是自己来的？佳妮今天不舒服。现在，你把她埋得更深了，就像对待一个不受欢迎的乘客，让他在后座做着别人世界的梦。没得选，只有这样我才能来，才能见你。意志，你越来越擅长了。那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，你帮我只是因为这里有 Johnny， 对吗？而现在，他就一次不在，你就打退堂鼓了。我并没有退缩，进入神域，我有自己的用意。因为你不开心的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多余的人。观察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信息量很大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奥特。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你觉得时间是你应该关心的吗？
论存在或不存在，都是由死亡分开的两种状态。这只是观点问题，随你怎么想。反正我觉得我是死而复生的，我只想问你，现在怎么办？你以为自己骗过了死神，其实是死神他骗了你。你存活于生与死之间，只有进了神鱼，你才会开始理解。在神鱼里，我会遇到什么？一个要跨越的界限，很有可能你会在那唯一的时刻，感受到自己存在的真实重量，一种令你措手不及的负担。我一定会挺过来的。但神鱼并不会。困在那里的意识体，你会还他们自由吗？他们将和我融为一体。别闲聊浪费时间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好了，我给你的黑客碎片发送了一个程序，等你进入神鱼后再用它。它可以打开一条安全连接。那我要用这芯片做什么？你必须把它插进接入点，接下来由我处理。这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，如果你成功了的话。他可算回来了。凯若，芯片。别紧张，你才刚刚接上，体温就飙升到了将近四十，是要被感染了。更吓人，这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的设备被你烧了一半。神经的活动量迅速飙升，你的前额叶差点没从你耳朵里飞出来，就跟我直接对你脑袋开一枪一样。你确定自己没事吗？还行。很好，太好了。芯片，我在其中一个上写了几个用得着的程序。拜托，我们被 ICE 包围了，就算有东西能攻出去，我的控制台也会……天哪！赶紧把它给我拿走了。谢谢 Dakota。你用不着谢我，去找扫帚，他刚来找过你。我这就去。